对，袁院长好，各位草马家人大家好，好，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做分享。那我觉得老师真的是一个很厚爱大家的人啊。那我去年的时候我说过我去过美国，第一次的那个不是精进团，是那个是什么名字？过年团，对对对。然后我9月份再一次精进团。 然后在2月份过年团的时候，我去问导师一个问题，就是那时候我想要跟男朋友开了一间咖喱饭的店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很认真的在实修，所以导师给我的回应就是你就去试试看，因为导师其实都是叫我们去做实验嘛。然后导师就也是给我鼓励，然后在这半年之间，4、5个月，我就跟他就有真的去做开咖喱饭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是。 也慢慢的去认真的去实修之后，9月份就去精进团，结果就是在我觉得就是能够在任何事情里面参悟空，就是在开店过程中看了很多我们不合的地方，然后真的很感恩导师，就是没有阻止我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让我在9月之后，然后在去了美国之后，就是更认真的知道超马对我的这条路是最正确的。 然后9月回来就直接分手了，就是直接的，就是祝福彼此啊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常常导师都会给我们一些进考，那这些进考来的时候，现在已经是不会去埋怨他，而是去感恩他。然后在感恩的过程中，发现。 自己非常的幸福，然后分享一下我刚刚抽到那个富足是孝愍恩仇。其实我最近在台中的时候有碰到几个朋友，就是互相交叉过程中，彼此就是可能就是也是关于爱情的部分啦，有点复杂，然后就会觉得说被人家喜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可是不过就是我觉得。 就是都是静考，然后刚刚他就是抽到，就是也是要当一个人具备源源不绝的爱的能量时，自然而然就可以一笑的泯恩仇。所以我觉得就是笑泯恩仇，任何事情就是总有事来有。导师常在这首歌，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，任何事情就是我也告诉自己说，导师的那句歌词就是轻舟，就是让事情一切简单化。 这样子，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导师常说要合于天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。然后上次我在世新还有方佑的精英会的时候，我分享到，我现在来上班都是骑摩托车的状态。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来台北骑车真的很贵，然后一天停车就要40块，在这个公司的后面停车场。 然后我就很想要，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就绕附近有没有停20块的那个机车格。然后我每次在骑的时候就，其实真的很难有，因为上班就是9点多嘛，然后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停晚了。所以我在绕的时候看到，很多的人都会去挤那个小缝，就是硬要去挤那个小缝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啊，我还有看到一个小缝是，应该是可以挤的，可是我当下就觉得说。 我们就是要做，不要去跟人家硬挤，那不是真正的车位，我就不挤，我就去想说算了，我就去停40块的没有关系。结果我就过了一个马路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大格在那里等着我，然后就觉得太开心了吧，我还可以不用跟人家挤，然后还可以只要花20块可以停一整天，然后就觉得说真的很幸福，然后就是觉得说任何一点点小事现在都会觉得很开心，也很感恩，就会觉得说。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就是现在开始都有拍那个幸福来卡位，我发现导师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舞台，就像歌唱班啊，然后任何的直播平台。我觉得从在过往都没有去向往这些有这些的平台，我觉得导师真的对我们很好，然后给我们很多的爱。那很感恩导师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，对，感恩大家，谢谢。 好。